炫彩保龄球之夜儿童中心年度保龄球赛劲爆开场。放飞想象力的翅膀，体会阅读的魅力，阅读森林节热闹非凡。探访黑溪村，体验童话故事里的世界。街头艺术快闪展览火热现身，好看又好玩。多元丰富的内容，敬请留意收看《城市大世界》。